真，豫剧一代宗师，生于1918年。他8岁拜师，10岁登台，13岁收徒，是豫剧舞台上第一代昆伶，享有河南梅兰芳、梆子大王、豫剧皇后之美誉。他是戏曲教育家、豫剧改革家，在他青年时代即对豫剧的唱腔、念白、表演、化妆等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创新，开创了豫剧舞蹈化、技巧化、形式美之先河。从他开始，豫剧进入雅致化的新时代，大大扩展了豫剧的受众群体。1936年，上海百代公司为他灌制了10张唱片，把豫剧推向全国，传遍神州。他不仅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豫剧时代，还创造了豫剧第一个旦角流派，独具一格的陈派艺术，其唱腔中正圆和、沉郁顿挫，成为豫剧降服调卓有影响的代表。表演细腻传神，身段优美，是豫剧诸多流派中为数不多的唱作并重的戏曲流派。艺不惊人死不休，他从艺66年，呕心沥血，孜孜追求，博取众长，积一身绝技，生旦净丑不挡，唱念作打俱佳。在陈素贞先生所创造的人物画廊中，内蕴上积蓄着美，境界上洋溢着美，形表上挥洒着美。叶寒烟、孙玉娇的俏丽美，花媚娘江秋莲的含蓄美，蒋勤勋、童玉山的端庄美，刘芳、罗建琴的刚烈美，这众多的艺术形象集中国传统美为一体，在豫剧舞台上光彩照人，熠熠生辉，陶醉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唱腔含着情，裹着蜜，借春天又吐出兰香馥郁，水袖刮着风，下着雨，卷起阵阵涟漪，荣辱随古典飞溅，悲欢在琴弦上交替。豫剧演绎着你的人生四季。你说我是个演员，就爱演戏，有过米粒儿大的一点点功绩。丰收的春天啊，才把头垂得很低。你说我也犯过罪，还有凤英，还有香玉，旦角光芒曾长期遮盖豫剧。是谁让豫剧从此抬头，并且顶天立地？你说我叫狗妮儿，平凡的就像一块泥。你说我文化不高，没有什么演技。豫剧从口传心授，
是谁开始编演新剧大剧，唱念做打舞，卷起掌声的霹雳。桃花庵酒尽春回呀、啊、情思缕缕，宇宙风嫉恶如仇啊，铿锵有力，你的声腔赛百合，比丹桂如茉莉，大地深处仍散发出春的讯息。石玉琢的那个纯情少女，谁的爱情有你的坎坷崎岖，狄池雪的那位女英雄，哪位英雄又有你太多的叹息。爱演三浦秀，爱演崔家女，哪位出家人知道你在人间的愁绪。最爱演一烈风，爱演悲剧，有谁知道演来演去却演成了自己。逆境里真善美的追求，感天动地。失去太多太多，你得到的才无人可比。你离去的太早太早，民众的心却从未关闭。过去你也是，今天我们演你，便回秦燕也寒烟，秀舞心酸艳容女，马上弯弓讲情心，病中饮鸩秋丽玉。玉桥方子，豫剧梅兰芳，归来吧。真那么华丽，芍药牡丹吹下思念你的泪滴，陈派神韵传给了一代代徒弟，你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了豫剧，豫剧也因您流芳百世，奔流不息，流芳百世，奔流不息。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刘季先生的深情朗诵，把我们带进了对陈素贞先生的深深怀思之中。今天在千年古都开封，在降伏调的福地，我们一起纪念一代豫剧大师陈素贞先生。您现在收看的是梨园春特别节目《素韵真声》，纪念豫剧大师陈素贞先生诞辰100周年专场晚会。再次掌声欢迎大家的光临，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您。本次活动在中国戏剧家协会指导下，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文化厅、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开封市委、开封市人民政府、河南广播电视台、中华豫剧促进会联合主办，由中共开封市委宣传部、河南省戏剧家协会、河南豫剧院、
开封市文广新局、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承办。本场晚会由河南广播电视台梨园春栏目承办，欢迎各位。艺不惊人死不休，陈素贞先生以他66年的艺术实践，开创了豫剧艺术一个崭新的时代，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陈素贞先生视艺术如生命，他将自己的人生融入在了舞台之上，生旦净丑不挡，唱念作打不惧。他为中国戏曲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经典艺术形象。陈素贞先生创造了豫剧的第一个旦角流派陈派艺术，他让陈派艺术开枝散叶，传播到了全国的许多省份。接下来，来自河北、山西、陕西三个省份的陈派传人将为我们唱响陈派的经典，我们掌声欢迎他们。Thank you.
的同喜庆。万岁，请点张硕义扫灭贼寇。
品，他有呀有绕路，有本帅带人马我往西征，此一去我又把那杨门的兵拿到姚成功，枪刀剑戟一片命大横呀，大师陈伯华先生、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豫剧大师陈素贞先生都先后出演过此剧，戏曲界把他们并称为宇宙三峰，三峰鼎立，各有千秋。1952年，汉剧大师陈伯华先生首演此剧的时候，陈素贞先生就到现场观看并大为震动，此后呢，他便改编移植了这出戏。是的，陈素贞先生正是在汉剧宇宙风的基础之上另辟蹊径，尤其是他那能上天入地的风水秀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他开创性的把水秀的各种技巧巧妙地运用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啊，他忽轻忽重，忽刚忽柔，忽疏忽密，把赵艳荣于风态之中那种百般变化的情感波澜展现得淋漓尽致，创造了独具一格的表演特色。
吃馅儿，看戏看蛋儿，没错。那么尤其是在我们的豫剧旦角当中啊，可以说真的是流派纷呈，名家辈出。除了刚才我们欣赏到的陈派的经典艺术魅力之外，还有常香玉先生创造的常派，崔兰田先生创造的崔派，马金凤先生创造的马派，阎立品先生创造的阎派，和桑振军先生创造的桑派，他们并称为五大名旦六大家，可以说他们共同创造了豫剧一个时代的芳华。今天是纪念陈素贞先生的专场，应该说啊，我们各位观众也都有福了，因为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其他流派的各位表演艺术家们也都将粉墨登场，通过展示各自流派唱腔的这种方式来缅怀豫剧一代宗师，我们欢迎他们。
是兵马出动。
冠名播出的名片，感谢好凉茶不伤胃、福思源凉茶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要旅游就到丹江大观园。狼牌特区杯2018梨园春雷响中国的全国海选赛已经全面启动了，详情大家可以咨询狼牌特区的线下专卖店，也可以关注我们栏目的游标字幕一放。那么生行艺术也是同样的流派纷呈，接下来我们要掌声邀请到的就是新时期豫剧虚声行当的代表性人物，当代豫剧的领军人物，同时他也是此次活动的发起人，中国剧协副主席、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先生，掌声有请。欢迎李老师。跟各位说两个数字啊，这个活动筹备有8个月了，李老师带团队光来开封开会有8次，所以说各位，咱们首先给李老师鼓鼓掌好不好？辛苦了，辛苦了。今天在这个舞台之上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心情。我今天确实是百感交集、思绪万端呐。刚才一开幕的时候啊，我就流泪了。应该感谢各级领导、各位老前辈、各界人士和同仁们的关心、支持、厚爱和参与，才有今天这个活动。我代表组委会向各位深鞠一躬。陈树桢先生啊，是咱们中华豫剧的一代宗师，是中华豫剧史上的一颗巨星，是我们中华豫剧史上的一座丰碑，是我们中华豫剧舞台上的一尊美神呐。今后啊，我要和我们的同仁们做好3件事，3个好，1个干。第一呢，就是要举办好一股这些艺术大师的各种纪念活动，来弘扬这种精神，激励我们的后人。第二呢，我就是全心全意地服务好我们健在的艺术家，使他们如我们的父母，要孝敬他们。第三呢，就是培养好我们的下一代，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讲话，创作是我们的任务，中心人物作品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一定要做一个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背下有乾坤的戏曲人。谢谢。我在此啊，我想代表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的李主席提一个小小的请求，今晚在我们的舞台上，您能不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用您自己的代表性的唱段，在这个舞台上让我们共同纪念陈素贞先生。各位观众有没有这个期望？掌声响起来。无情滚大的我劈开爱肉炸，成影我又创一次，
亲生子啊！为救父，我起死儿，父黄泉。为救苦，我这每日是伪装与贼伴人，为救苦，我身去贼府。为救苦，我这遭人唾骂千万遍。为救苦，我忍辱还能够，我忍辱还够啊！这十六年呐、啊。谢谢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深情演唱。幸福的生活是靠我们奋斗出来的，相信我们所有人只要都能够撸起袖子加油干，不管是我们的豫剧事业还是我们的戏曲之路，都会越来越好。没错，亲爱的朋友们，金瓶玉月秦皇，长城催马严桑，各个剧种各个流派各不相同，但各有其美。接下来我们要掌声邀请到的是一位京剧大腕儿，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袁慧琴老师。袁老师可是出了名的戏路宽广啊，他可以饰演不同年代不同朝代不同时期不同人物性格的老旦角色，人称千面老旦。对，我们各位观众相信对他一定是非常熟悉的，他饰演了众多老旦的角色，关键是应该说是彻底改变了流传近200年的这种审美的观念啊，也让这个老旦这个艺术成为京剧舞台上特别的艺术风景。热烈掌声有请袁老师。
区杯2018梨园春雷响中国海选赛已经全面启动了，详情您可以咨询狼牌特区线下专卖店或关注我们栏目的游标字幕。本栏目由早晚两包净富康轻松治疗颈椎病赞助播出。祝孩子更高更壮更聪明，本栏目由比之高药业赞助播出。狼牌特区杯2018梨园春雷响中国全国海选赛已经全面启动了，详情大家可以咨询狼牌特区线下专卖店，也可以关注我们栏目的游标字幕。朋友们，战国时期秦国著名的少年政治家甘罗12岁拜相，豫剧大师陈素贞先生13岁收徒，被誉为豫剧甘罗。豫剧从陈素贞先生开始格局一新，进入了雅致化的时代。陈素贞先生不仅是著名的戏曲艺术家，同样他也是一位戏曲的教育家。对于豫剧的新人，陈素贞先生可以说是诲人不倦，倾囊相授。特别是他的众多弟子啊，更是秉承老师的志愿，传承着陈派艺术。那接下来咱们大家就用最最热情的掌声，有请陈素贞先生的弟子代表隆重登场。老艺术家都年过古稀，年事最长的已经87岁高龄了，而那一句句情真意切的“我是陈派弟子”，道出的是他们内心深处身为陈派弟子的那份骄傲和对恩师的一片深情。让我们也把充满感动和敬意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四位老艺术家，向各位艺术家致敬。祝福各位艺术家，我相信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
这样一个特殊的舞台上，每一位艺术家都有许多的心里话想对大家说。艺不惊人死不休，我们作为弟子很荣幸。我师父常常给我讲，作为一个演员一定要刻苦。我师父的话我牢牢地记住，我要把师父的艺术传承下去。好，师父给我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艺术是无止境的，我一定把我师父对我的教诲传给我的弟子们，要低调做人，高调演戏。我要把相扶调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要让身派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四位老艺术家的一字一句啊，让我们听出的是他们那份坚定的自信和决心。这份自信和决心就是要让陈派艺术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言之不足，歌以咏之。这个时候是不是该想起那些熟悉的旋律了？朋友们要不要？再次掌声送给各位老师。我们的四位老艺术家，他们用一生践行着拜师时的那份初心，就是要学好、唱好、传承好陈派艺术。我想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们都非常欣慰地看到了我们的陈派艺术正在这个新时代里发扬光大。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京剧表演艺术家关栋天、豫剧表演艺术家汪全真共同唱响对陈素贞先生的礼赞。
他风铃催，心思变先生为我们创造了那么多艺术的经典，希望有更多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学习陈素贞先生那种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执着精神，创造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好作品。不要人夸颜色好，长留清气满乾坤，这既是对陈素贞先生的赞美，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自信。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喜爱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播我们的戏曲艺术。新时代，神州处处春常在，新气象，盛世梨园花正开。亲爱的朋友们，已经走过24载的梨园春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用戏曲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朋友们，梨园春特别节目《素韵真声》纪念豫剧大师陈素贞先生诞辰100周年专场到此结束，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的莅临、关注和收看，再见，再见，再见。